陈伟杰、张启正还有李杰翰。那吴冠燕老师呢，可以说是前辈级，而且呢，他每一次制作的歌曲呢，都有入围这个鱼蝎奖。那这一次呢，他凭这一首。 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呢，入围了十大原创歌曲奖的国际组，还有呢，也凭这个易捷琪所演唱的《屋》这首歌曲呢，入围了这个十大原创歌曲奖本地组。那还有呢，也是帮了吴冠，就是林家俊制作的这个2010林家俊，还有易捷琪制作的这一首迷你专辑呢，居赖入围了这个最佳迷你专辑。没错，那陈伟杰他们哇不得了，四首歌曲。 国际组，而且四首都是非常红的歌，都是 K 歌，比如说有谁？比如说有叮当演唱的《我爱他》，对，还有孙木鱼童演唱的《草戒指》，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一个Suki 演唱的《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那张启正呢也是第一次呢以这一个受众人的身份呢入围了这个十大原创歌曲奖本地组月儿湾由彭佳慧所演唱，那李杰翰呢也是入围了这个十大原创歌曲组的国际组 Every Line，对，那还有呢第一次制作这一首《Smile Like a Rainbow》入围了这个。 各位观众，现场为大家招呼一下。嗨，大家好，我是陈伟权，好久不见你们好。恭喜陈伟权，对，恭喜他结婚了。对，在正式那几时计划吗？计划结婚吗？已经结婚了？哦，没有，不是计划，就是下一步结婚过后就是生小孩嘛。对，就是很希望赶快，因为我蛮希望有小孩的。对，哦，对，所以希望下一次能够带小孩来啊。OK， 那冠燕呢？这一次你入围了就是有最佳迷你专辑啊，最佳制作啊，还有十大就是本地国际组，那你对哪一个奖项会比较有信心的？还是所有的奖项都？ 信心呢？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嗯，哦，大家都可以得哦。对，然后我自己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得制作奖。哦，制作奖。那我们现场就是台上也有另外一个入围最佳制作的，其实第一次哦。对，因为第一次制作呢，就入围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其实我真的是对于制作音乐东西了解的东西太少，所以这次入围呢，我自己是觉得说。 有点难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个奖不太敢拿，交给他们拿好。好，启正也是第一次以这个幕后的这个作曲人嘛。对，我先跟Hello大家好，我是启正，对，就是真的很高兴，就第一次能够以音乐人的身份来入围，因为前两届以歌手的部分。对对对对对。那我真的很希望。 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啦。好，那我们也在这边预祝你们今天晚上呢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好不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颁奖。